新竹、苗栗、台中地区自来水减压供水的这个时段，由原本的夜间十时到隔日的六时，扩大为全日来实施。另外，每月用水量1000度以上非工业用水户、游泳池、洗车、三温暖及水疗业者，节水率由减量供水的10%提升到20%，并请台水公司加强监控高地管末地区供水情况，适时的提供水车及供水点，以减缓减压供水的这个影响。